如果你感觉你的生活非常的枯燥和无味，一定要养这种神经质的海豹重点色暹罗猫。这种猫的精力非常的旺盛，看这个头了吗？它就是一个黑色的太阳能充电板，充满了能量，它就会立马的站起来，满屋子的跑酷、拆家、咬耳机、吃充电器、啃墙皮、爬纱窗、钻床底，偶尔还会给你小惊喜。